好，所以你就把那个照片哈，给依据你的需求哈，版面就把它放进去哈。好，那所以第一件事就是放照片啊，放到你要的版面上面。那如果你想要做变更哈，比如说这一页的版面你觉得这样不好，你想要做变更，对不对？好，它这边就可以更换版面。好，就可以做版面的更换了哈，所以你就点一下去选，你要哪一种版面的样式？好，在它会用你这个风格里面的去帮你做更换哈，所以你就选定你要的风格，按确定就好了。这一页的版面就会按照这个方式改掉。好，那眼尖的老师他就会说，这有个自动编排，对啊，有个自动编排了哈。那不过它的缺点就是，它优点是它可以一次帮你把照片全部放完，啊，所以你就点一下，啊，然后它不能还原哦，所以等一下你要改，你要手动改哦，哈，所以就按确定，它就帮你把那个该填照片的地方，它就帮你全部填进去。那问题来了哈，问题就是因为是电脑自动判断的，所以它根本也不知道它到底。这个版面放这样合不合适，对不对？那个版面放这张照片到底合不合适，他就没有办法帮你做判断。好，所以你还是要自己再修改一下。啊，所以当你照片都放完以后，啊，你就要去看一下你的各个版面哈，像这个哇，这个放这样就不知道是什么东西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这个就可能。啊，这一页就要修改，啊，要修改，然后稍微挪一下。啊，所以你就要去做调整了哈。如果你自动编排的话，它只是帮你把照片全部都丢进去，但是丢的对不对哈，它没有办法帮你判断，啊，位置也没办法判断，所以像这种。啊，那个位置不对的，你也是要改啊，也是要改啊，不合适还是要换啊，不合适还是要换的哈。所以你就变成要一页一页这样去修正啊，也是可以。然后他的那个他放进去的照片也不会考虑到你的情节的问，那个情节好不好玩哈，是不是同一个地点等等等哈，所以你就还是要去一个一个去调整啊。还是要一个一个去调整的哈。好，所以第一步就是把你的照片搞定，好，把你的所有的照片给放进去哈。好，那你就可以从页面这边看一下是不是所有的照片都放了啊，然后哪一个照片有问题的就进来再检查一下哈。这个太跑旁边了，就换一下位置。好，就做一下基础的调整哈。啊，就算即使是它自动放的，你也不能那个把头给遮住了哈，对不对？啊，那个该呈现的风景不呈现，然后呈现到那个杂草啊，这样就不好了哈。所以你还是要看一下，不管你是不是自己放的，啊，都要再去检查一下那个页面。哎，老师，嘿，请说。比如说我不小心把，比如说他那个格式那一张照片要放的位置，不小心把它删掉，那我怎么救回来？这格式不见了，对不比如说你，他不是有一张可以贴图的那个东西，对？对，你那把这个格子弄掉了，对不我，对。对？它的编辑里面，它的编辑里面好像。不是，我页看面到了，编还辑原，还原，还原，有一个还原。啊，对啊，可以回复上一步了，电脑都有回复上一步哈，所以你就是还是要找一下了哈，找一下，啊，这有不小心上一步弄错的还是可以还原哈，那它的那个编辑功能可能也没有到很全面哈，但是就是基础，因为这是给一般人用的。
不是给那个高级的那种美术人员用的哈。好，所以你还是可以想办法去找到相关的功能。所以第一步最简单的就是把你的图片全部安排进去，然后那个版面不合适的要稍微调整，好，这是第一步，全部就是放照片。好，那第二步呢，就是修改你的插图跟文字，啊，修改你的插图跟文字嘛，哈。好，所以像这个，啊，我这个版虽然是拿那个人家，情人的那个结婚的那个版啊，可是我这个是出游的照片，啊，所以这是这个你看这个 marriage 就不合适嘛，啊 ，marriage 就不合适，你就把这些字给换掉，好，就要把这些字的内容给换掉了哈。那这有的是插图哦，像这个是不能改的，对不对？这内容的字是不能改的，所以很明显它是插图。哦，那插图怎么办呢？右边有一个小箭头，你把它拉出来。这边是插图区，啊，这边是插图区。所以如果你觉得这个插图不要，你就直接把它打叉。哦，然后你去找你要的插图。啊，旅游专区，啊，这边啊有这种盖章的，啊，然后一样可以就是拉大，啊，可以旋转，好，啊，拉大旋转，啊，就看你要盖在哪里，你就盖在哪里这样，好，啊，就会有这种小插图哈，啊，所以这个是结婚的，这也不要，你就去找，啊，相片相机好了。好，就把它拉出来。好，看你要放哪里就放，爱放哪里就放哪里，爱多大就多大哈。好，所以这样子就可以去改插图哈，改插图。那你自己也可以加插图啊，上面汇入。如果你有一些自己收集的插图，啊，就可以在这边去做汇入了哈。那所以第二步就是改插图跟改文字。啊，所以你看一下你的，像这一页，啊，这一页它是有文字的，欸，不过这个好像是也是插图哈，这个也是插图哈，那所以你可以就把它删掉了哈，或是换插图，好啊，有些的页面是会有文字的哈，好，这一本好像没什么文字，没什么可以放文字的。好，那就不管了哈。好，那基本上你至少要把那个你的插图给换成对的哈。啊，插图这插图都可以换哈，右边啊，就是右边这个地方啊，去汇入或者新增啊都可以。好，所以你换了插图跟换了字之后，基本上你的编辑就差不多完成了。好，那这个部分我们再给各位老师5分钟，好不好？啊，你检视一下你的页面，啊，有没有插图要换的，有没有文字要改的。好，那如果你要手动加文字，啊，手动加文字，刚刚假设你要记录说，哎，这个部分我们是去哪里玩，你手动加一点文字，啊，比如说这一页。那这边就会有文字的页框可以加哈，所以你直接点左边的文字，点一下，啊，这边就可以直接把你的要输入的字打进去。好，然后这边一样可以选字型。啊，一样可以选字型的哈。那这个字型呢，也是他们网站里面提供的，啊，就是不是用你电脑的字型，啊，不是用你电脑的字型，是用他们网站提供的字型哈，啊，这样他们才有办法做那个嘛，好，啊，套印哈，啊，那这些一些细部设定你可以自己看一下，啊，按确定，啊，这边就会字在这边，啊，一样可以放大缩小。
啊，这个字就可以改的哈。好，那请各位就再改一下哈。第一次的操作难免会失误啦哈，这个就是大家的经验哈。那反正还好电脑哈都有那个回到上一步啦哈，回到上一步最好用了哈。对，那个花莲的哈，收衣服啦哈，下雨了哈。好，我们四分钟给老师再把那个图案跟文字处理一下。那老师请教一下，哎，请说。如果选到的好，比如说我选30页，可是我后来想一想，我不想编那么多页，那我可以怎么改比较好？那可以删减吗？比如说我因为刚我不小心写到59页的话，已经编40页了，哦，还有十几页还要编呢，那编很久，那怎么办？还是就是一样硬着头皮把它编完？